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大家好，我是欧米伽。来，兄弟，来，我们的传统就是，虽然说今天早上我们是买 Red Bull， 但是我们在基调的时候爆炸了。爆炸了。我靠！哇哇 ，Rainbow 喷掉了！哎，兄弟，吃一嘴啊！我靠！我刚有一罐 Rainbow 爆炸了 ！Oh my god！哎呀，好大！OK 啦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宜兰五节的太平洋钓虾场。哎，现在很晚，超晚了。现在差不多晚上十一点了。今天我们打算来这边钓海虾池，他们海虾池今天是放斑节虾还有白虾。那等一下我就跟 Omega 准备进去凉水深，海胆做钓喽。OK，Let's go 。OK 啦，我们已经准备好钓组了齁。好，那我们已经准备好钓组还有饵料了，等一下我们就量个水深就开山做钓咯。哎，你好，我想开两个小时斑节虾池。哦，我已经开好斑节虾两个小时喽，那我们就来做钓吧。好像有号喽。哦，哇，我们现在开单十五分钟了，还没有钓到一只虾，没有想到海虾池这么的难。我们再努力看看，看到底能不能钓到一只虾吧。哦，有号喽。哦，哇，我们终于钓到第一只虾了。好感动哦，没有想到海虾池这么难钓呢，有可能是我对海虾的钓法非常陌生吗？对不到孩子。有，咦，怎么又放枪了、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钓鱼亲像钓鱼的感官，好歹钓人。结果没有想到说，在搏斗了一个多小时。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。哦，好像有号喽。哇！哇！这只虾子有大只哎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可以呢。哦，有号喽。这样也可以起来哦。哎呦，孩子，好会跳，哎呦，感觉不一样了呢。
我们的时间刚好结束了，那我们就准备收单来算下量吧。OK 啦，那我们先钓完两个小时750元的斑节虾、白虾食喽。那我们来算一下有多少虾吧。一、二、十。我们先钓了两个小时，总共有10只白虾。然后手秤已经归零了哦，我们用台斤来计算有多重哦。9两，半斤。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，花了750元，有半斤的白虾。哇，这个体验。那等一下，我们把虾子料理料理，就准备回去做结尾吧。现在我们回到今天下榻的民宿了，然后当然我没感觉在旁边。Hello， 快死了，超了24小时，我们每次的旅行都是这么充实啊。既然我们都从虾场回来了，先请我们好朋友出来。有了烤虾之后，我们当然要烤虾好朋友。啤酒。哦，这个声音真舒服啊！敬各位。我们用这一瓶 extra cold 的啤酒来结束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。哦，没有想到它喝起来口感跟我们常见的雪山啤酒几乎一模一样，但整体来说它是爽口的，我觉得很可以。好大啦。那我们在吃烤白虾之前，我们先将瓦萨比酱油经典好调味准备好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原味的盐烤白虾如何呢？哇，它的虾脑竟然是甜的，好好吃哦。哦，那我们来试试看白虾虾肉如何吧。嗯，整个吃起来有一种海鲜的甜味在你嘴里爆炸，爆炸之后它的韵味又停留在你的舌尖上，持续的让你享受着这种滋味。我们再吃一只看看。哇，这种现杀白虾的虾脑好好吃哦。Thank you.
我想我们再加一点酱油好了，应该是酱油加太少了，我们再补一点母汤耶。完美比例了。那么我们这么美好比例的瓦萨比酱油，怎么可以只有我吃到？那么欢迎 Omega， 你们吃吃看，我刚调好的超完美比例的瓦萨比酱油。完美比例应该不是正常完美。我沾看就知道。我真觉得你应该试试看呢。先沾一点好了。那不剥壳哦。你吃啊？谁吃哦？哦，补充甲壳素，补充成这样。还有虾红素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是不是？各位，完美比例。赞同你的口味。哎，排水沟之王都觉得说这个口味是 OK 的，那想必各位也可以在家试试看，用一点点的瓦萨比，再加一点点的酱油，看这个感觉多棒。等等等等，怎么这个啤酒喝起来有一点没有很啤酒的感觉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喝起来就只有一种淡淡的啤酒花香味，但是没有那种酒精的感觉吗？那我们最后就用爽口的图林格特啤酒敬你们。等一下，虾子还有啤酒，我都会把它吃完的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